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有那么持续收看我们七月份的技术分析的教学。那我们今天讲到平均线的第四个单元，这里会说复杂有一点点复杂，说简单其实蛮简单的哦。在观念在于关键啊，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它。你如果不愿意接受它，肯定你会听不懂。但是你如果说好，我听看看吧，也许对我自己未来有用。那我觉得你会觉得很简单哈。我们来看哈，来第一个，平均线分别有算术平均线，就简单算术平均线，权重加权平均线，加上一个平滑因子，让这个平均线走得比较平顺，我们叫 EMA， 叫平滑均线。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叫做波段平均。所谓的波段平均，就在于我去看过去已经发生的商品的什么波段，你要算它的波段哦。然后经由每个波段，我举例哈，来，我随便举个案例哈，这个就很简单了。来，请问，以6月9号了哈，以六月九号为范本，你该怎么算平均线？你的算法一定是1、2、3、4、5、6、7、8，你应该给它一条平均线，不是5，不是10，不是6，不是7，叫做8日平均，叫8。你说为什么叫8？一个叫8，一个叫2。哦，为什么是2？好，我大概慢慢讲给你听。好，这一天如果到收盘是跌的，那我往前看，近期的波段你不能算这里，一定算这个点，因为这里是一个上涨，这里是不是一个下跌？这三天是个涨嘛，你必须接受它嘛。一二三，这三天是不是个跌？好，所以这是个下跌，这是个上涨，所以近期最新的上涨起点是哪里？是这里啊。那你就算从这一天到现在总共几个交易日？好，不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就八天吗？所以你应该给他一个八，代表什么？他整个多头这里最强。好，那你说那压力我怎么看？好，压力也简单了、啊。好，这一天是不是11631？以这一天来看，这一天这里最高点在631嘛？那这一天这里还在跳，我不管哦。如果这已经收盘了，那你就算得出压力啊。那压力怎么算？好，是不是叫11537？那这里呢11631啊，那你就很清楚啦，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哦。一个叫11631加上11537等于，所以这刚关键的对11584，压力在11584。你说真的吗？真的。因为这个最高在631嘛，这个最低在537嘛，所以它的压力应该在哪里？你就给它一条2啊。拍谁？怎么跳水泥？哦，594。如果你用简单算出平均线呢、啊，会落在11594压力点。这样有简单没？就一天到一天啊，你把平均价抓出来啊，这个叫波段平均。我们再举个示范哈，各位静下来听看看哈。第一个，因为我们一般的平均线的算法，就是说我把今天哈往前看，我如果看五天，把今天跟过去五天的收盘价加起来除以5，就叫周平均线，对不对？那各位，请问你，这个周平均线你觉得公道合理吗？不是、啊、你要自己问自己，你不要问我。你问我，我一定告诉你完全不合理，对不对？然后大家又要骂我，这小米又乱叫了。可是我讲的是事实啊，我跟我一起熟悉的周平均线怎么会合理？怎么有道理？它怎么有可能精准告诉我们市场近期的平均价格？不对，五天怎么合理？我请问你，我现在把它划掉，我把它划掉哈。我觉得我们今天
慢慢想哦，来，假设今天您在看节目是六月九号，应该是七月了，对不对？好，加几缸，两缸、三缸、四缸、五缸，我把这五天收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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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加起来除以五，这个叫做目前的多头，合理吗？不是，那怎么会是这五天呢？他明明是这一天起涨，明明是八天，你为什么要给他五天？那明明是八天，你想要变好五天？因为人较早都安尼教的，对吧？较早都安尼教，啊，较早教唔对嘞，啊，较早教唔对嘞，对不？较早嘛讲，老爸老母啦，要甲你拍，啊，你爱徛点点好拍，那对吗？不对啊，小仗兽一来要小棍子打你，那你就要安静让他打，他拿大铁锤打你，你还不跑，这不对啦。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哦，举例，我们假设今天是5月25号好了，对不对？哇，在这里这样整理，那怎么办呢？好，第一个，那就往前算，请问该怎么算？这叫一天，因为它是不是一二三叠下来嘛，对不对？好，我要抓出它的支撑跟压力嘛。那我怎么抓支撑压力？我给它五，给它十，给它二十，不对。这里是个上涨，这里是个下跌，这是个下跌，这是个上涨，这是个下跌，这是个上涨，这是个下跌嘛。所以呢，我应该抓一个三叫压力线，然后再抓什么？一二三四五。六或这个七，这里因为同一个点，这里叫支撑，你应该把它抓出来。那你要算，也可以算到这个高点，这个高点总共有几天？在一缸，一个叫三，一个叫十一。然后呢，你得出这条线，你也得出这条线，这条线就是什么？压力线，也叫支撑线。也就是说，如果它站上这个点，它再告诉你我要涨，那是十吗？不是啊，是九吗？不是啊。所以你要精算每个波段的成本。我再举个例子哈，有一点点难，但是关键在于你要不要接受它啦。你不接受它，你会听不懂。那你如果愿意接受，就是说什么叫波段平均，就是我们去计算。跟过去的案例都不一样，跟你过去经常使用的平均线的评价方式不同，就是我们去算过去的波段它的涨跌过程。好，举例，好，这个它是从12197跌下来嘛，就是这一次的最高点，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一次涨跌涨跌涨破底反弹，再破底，是不是这么走的？好，那你要算，先算这个高点到这里，那你就去算总共有几个哦？这是一般的平均线呐、啊，一般的平均线50、20、50、100，不是这样一大堆吗？那你到底看哪一条？你说啊，这一条这里站上是支撑，哎、啊，不跌破，啊，这里守住，这里守不住，那这里怎么做？不对。不应该复杂化，而是给他一个很简易的方式。那我怎么给他一个很简易啊？你就算好，因为他从12197是不是跌到多少？跌到这里，那你算总共几个交易日嘛？好，一、二、三，哒哒哒哒哒啊，对，十五天。所以我是不是在这一天，当他从12197跌下来，好，这一天拉出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在形态里面。空方逃逸，空方接近嘛，然后出下降三空，拉出一个长长的下影线，代表它要涨了嘛，对不对？好，纵使这一天不知道要涨，那这一天也知道啊。为什么知道？因为这里是不是出现由下往上第一次缺口？这里是上往下的缺口，两个缺口对冲，这不就是个倒型反转吗？那倒型反转你要设算好，它要涨到哪里嘛？我怎么知道它要涨到哪里？所以呢，
我们就用波段平均，你就算得出来啦。好，一二一直算到最高点，总共十五天，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给它一条什么十五天平均线？好，来我们来看这个点，它有没有站上？有啊，绝对有站上了，绝对有站上了。啊，可是，一旦跌破呢，它就死掉了，它就跳起来，它不能跌破，因为它是整个空方波段最主要卖出的压力点。这个压力点站回去的，代表过去卖出的又买回来的，要不然就是买盘远远大于过去的卖出，它才站得上。所以整体上面对股市，你就很平常心去观察它，它能不能站上这整个波段已经形成的压力线，站上了就叫做强多啊。再来，你要去设算这整个波段它的平均的一个什么支撑。既然是整个波段的支撑，它就不可以跌破。它跌破，它在告诉你过去整个上涨、下跌波段，市场所有的人都套牢。所以，平均线它不一样，每一种平均线各有它的一些优点。至于简单算术均线，不代表不好，不代表不好，不是不好，而是在于你要因材适用。你不可以用一个相同的简单平均线去套用每一档股票，不可以。你说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你说我用十日线，那十日线适用台北股市上千档个股吗？不见得啊。可能适合台积电，就不适合联发科啊。我们吃药物，医生都会问你，你会不会有？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过敏？你对什么药物有没有过敏？有没有？对啊。那股票市场，你一个指标可以套用所有的商品吗？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这种观点呢？就是因循就是过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过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都大赢，那你当然不要变。如果过去怎么样你一直抱怨技术分析不准，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方式不对了。好，所以呢，我们针对趋势指标，趋势指标里面很多哦，特别是平均线，我们今天讲第四集，就是你要去精算每个波段的平均交易价，把最高点到现在的天数算出来，以及最低点到目前的天数算出来，你就可以得出最主要的结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现场。PSY 五十进场 ，PSY 祝福您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0800555808，0800555808。A 加加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 加加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30年来，城市交易大跃进。A 加加智能演算，建议先与服务人员联系，0800555808，0800555808。各位朋友，大家好，一样哈，我们刚刚今天教了波段平均，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可是你这一次平均线？我感觉上哦，讲起来都好像不看好简单平均线，不对，我非常看好简单平均线。关键在于，因为大家都不对，你说都不对，对啊，你们都做错啊，牛脑抠脸，我们通通都错，只有你比较聪明，你对，不是，因为我没有胆子，我胆量小，我直接告诉你啊，因为哦，我不能输。我不能输，我输了会员就输了。我们今天一个人买卖股票买错了就输嘛，对不对？我不是呢，我输了是全体会员大家一起输呢。我不能输啦，不是追求胜利啦，而是我必须不可以失败。我直接告诉你，就这么简单，没有为什么。
那你说那平均线简单算出平均线，那到底该怎么办？适才适所，针对不同的商品，必须给予适合它的平均线。啊，对呀、啊。那你怎么适合适所？我举例哈，这加权指数对不对？那我就一定是这样子啊。假设哈，这个五啦，那我就给它六，我就给它七，我就给它八，我就给它九，我就给它十。然后十一、十二、十三，我举例哈，十四，好，就这样一堆吗？然后我去看哪一条最准呢、啊？就这样子啊。每一档股票，你应该是这样子，按部就班，一笔一笔的去精算它，抓出最准的点。我举例哈，六月份不是爆发那个惠普控诉广民吗？对不对？那要没收广民，连续嘛，两次嘛，一个是地方法院，第二是二审嘛。那能不能上最高法院还不见得哎，人家不见得接受哎。那要没收广民的所有财产，那大家就想说啊，那广达怎么办？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用简单平均线哦，简单哦。好，我会告诉你，我会给他这一条。你为什么要给他这一条？因为我比对过，以广达为例。追求最大效率，最大效率绝对不能输。拍谁？叫做八，叫做八。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我通通去比，比完之后，成功率最高，获利率最大，不是每一档股票哦。以广达本这一档特定股票为例，最精准的叫八，八的什么简单平均线，所以我不猜的啦，我怎么猜得到？你就我们经常讲理性，我真的很想各位，当你用五日线、用十日线，你觉得你理性吗？不然那些情况，我没有骂你哈，你卖给我回，我阿兰搞我讲五啊、十啊，我的五加十，哇，我最想要问你。人家告诉你五跟十，那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吗？你为什么不自己比对呢？那我比对完，广达明明是八，来各位请看，这也是买，没有错吧？这也是买，这也是买嘛。好，再来，看完买，你要 A、B、C 是不是买？这里叫卖嘛，这里叫卖嘛。好，我是不是在这里买？这我们不要讲卖了哈，这里做多，这里做空，这里做多，这里做空，这里做多嘛，绝对对的。我讲的是每一笔哦，然后我去算啊，这笔做多会赢，赢不多，但是还是赢，输不了。这笔做空会大赢，这笔做多一定赢。这笔做多大赢，对不对？好 ，A 做多 ，E 做空 ，B 做多 ，C 做多，通通都赢。你只会输哪一笔？输这一笔。然后这一笔输多少？输五毛，输只输五毛钱。我请问你，你要用几日均线？那你告诉用是五吗？用十吗？你为什么不精算它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技术分析哈，里面呢、啊、有一个东西叫统计比对，大家长期很多分析师都忽略的。我不是说他们不专业，他们都很强很厉害，但是往往他们忽略了一个东西：你如何去打破过去不理性的技术分析方式？那让它真正贴切真实的市场，应该是这样子吧？我们经常讲股票是不是有股性啊？对啊，那什么叫股性？老板的心态啊，不同的个股它波动不同嘛，它的走势也不一样嘛，它涨跌幅度更加不同嘛。所以你怎么可以用一个相同的模组去套任何不同的商品来做操作呢？你当然会觉得这个技术分析不好，不对。因为你要做比对，那如果
你问我，我会告诉你广达用八。过去这一段期间以来，你可以把失败率降到最低，成功率拉到最高，并且怎么样？它的风险，万一它错了，一般哦，啊，这些平均线对不对？破平均线这一笔是大赔哦，你多是大赔哦。突破平均线这笔康的也就输哦，它不是，它最多就输这么一点点，能输多少？那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啊，高本本就干单呢？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只好用一个更简易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会员，叫什么？叫 PSY。PSY 做法啊也没有什么啦，就是正五十给它半康，负五十都给它做多。那过去的我就不要再讲了好吗？因为很多朋友，我不是要跟你讲绩效，我只是我就不讲哈，你就自己用看的，看的哈，看标题就可以了。我的工作就在于我提供 PSY 给我的会员，我必须不能造假，不能夸大不实，这是一月哈，把每一笔都揭露，每一笔哦，每一笔交易过程哦。每一笔二月三月，直到三月底，每一笔，那因为每个客人都有啊，一个叫手机版嘛，一个叫电脑版嘛，对不对？这到三月底啊，到四月，四月，然后到五月，我现在讲的都是每一笔啊，然后到五月底，是不是一整个月？然后到六月，六月的第一周，不是啊，而且这五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录制，现在在六月嘛，基本上六月的第二周嘛，今晚我在录影是六月第二周了，是不是六月的第一周？这个叫做一分钟 PSY， 这底下这叫十分 PSY， 我就把每一笔的过程揭露出来，然后呢，因为不仅仅是追求胜利了，而是在于我们要做到维持不失败。你不能输，不能输，不管赢多赢少，我就是每当输。我感觉，不然为什么我们看到 MMV 上来？为什么0056市场的游资不断涌入？就如此啊，大家也怕了。长期以来对股市也真的害怕它的风险，所有的讲法就在于 PSY 本身它叫做反转指标，它是反转指标，趋势指标也叫被动型指标，那同时指标叫量价，那反转指标里面有所谓的 KDJ， 有乖离率，有我们所使用的 PSY， 这些都叫反转指标。反转指标的优势在于它会领先市场，那告诉你，哎，这里要跌了，这里要涨了啊，所以呢，你就照着做。这个叫手机版，一个叫手机，一个叫电脑。正五十要做空，负五十要做多哦，也就是说，这里叫正五十，这里叫正五十要做空，做空呢，零轴要平仓。那负五十就做多，我的工作就是把每一笔都揭露出来，然后让会员你可以去检视，啊，当你有夸大不实嘛，我就揭露每一笔，你有对照啊，你手机的有，你电脑的有，你就去对照，是不是每一笔，是不是每一笔几分钟的电脑版，十分钟的手机版，我就揭露吧，电脑版十分钟我都有揭露了，有啦，在这里啊，是不是电脑版十分钟？啊，不是每一笔吗？你就照着做啊，一笔不要多，赢三十点，十笔也赢了三百点吧。因为失败率低嘛，成功率高嘛。那欢迎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 PSY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可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谢谢你，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